前面的 VIP， 你今天 VIP 都没有做，真的。我听说明天摇滚区，明天一定爆满，真的。对对对，因为明天，我知道，明天上班日嘛，人来的比较少，对对。而且听说明天也会有女神降临，对不对？女神也有男神，男神，男神就是你吗？哦，对，男神金兵，对，好，好。话说回来，剩下五秒钟，他好捧场。这么旧的人，他笑得好开心。我说男神，他说是那个是不是？我说男神，他笑得开心啊。好，话说完剩五秒钟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然后呢，刚才已经介绍过完毕的是不能多做介绍了。然后呢，来要有奖征答一下。今天我们的雨杰，还有我们的萱萱，好，来，然后我们好那个我问啊哈，那你选就对了。好，请我们萱萱的萱是哪个萱？哦，今天这周可以站起来，站起来。什么轩？车干轩，车干轩哦，车干轩有点难听，举水轩的轩啊，哦 ，OK， 好，恭喜我们这位现场的朋友，掌声要鼓励一下，OK， 好，那我问一个问题，好，我问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问你选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那个，请问一下我们这个。雨杰，他我刚刚有介绍过，对不对？他的粉专才刚办，然后呢，叫做什么名字？有没有人记得？粉专什么名字？粉专粉丝专业。白色在挥手，对不对？那个你确定知道吗？确定知道。好，大声喊是啊！大声。Dora 雨杰。是 Dora 还是 Dora？Dona 甜甜圈那个 Dona 对对对，好，来，请大家要多多的
来支持一下。而且他们明天一样会在我们这个舞台进行表演。是的，没有错。所以呢，喜欢他们的朋友记得明天一定要在我们现场继续来支持他们。对，好。而且也会带来不同的表演，不同的造型，不同的打扮。是的，听说还会贴胶带。哦，贴胶带是不是？好的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对，明天会让我们现场的朋友有个胶带。好，没问题。不过他们的是大，他们是宽版的胶带，有另外一个是贴比较细版的胶带。哦，是透明胶带吗？哦，不是透明的，没有透明。哎，同学，透明胶带。不讲，不讲。好，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底下的男同学们有听过步步讲吗？非常厉害哦，明天你们来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，不知道上网搜寻一下，你们就会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那现在我们的萱萱跟雨杰稍作休息一下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你要不要合照一下？啊，对对，要合照一下，合照一下。对，哎，那个大会摄影师，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，来，五四三二一，好，给你，好，来。好，再一张。好。谢谢，好，谢谢我们的萱萱跟雨杰，好，来，同时。